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1月9日，然后这款《云朵国度》，这是一款超高自由度沙盒建造、模拟经营、消除手游，于2023年1月9日上午10点开启三档测试，测试结束时间2023年1月16日。云朵城覆灭后，一条象征云城王权的项链交付于你，梦幻奇遇的云民之旅萧然开启。在这个大胆梦幻的国度里，没有浮云，只有妙想。天空之上，绵绵云朵汇成的岛屿正在等待云朵人们建设入住。开局有剧情交代，但是模拟器画面闪烁，选择跳过。整体画风为日系二次元治愈风格，360度超高自由布置，自然田园随心所欲。剧情语音丰富，搭配轻音乐，中文配音还是不太习惯。玩法上为益智三消，收集精灵 Q 萌的动物互动喂养。测试期间3日手厨奖励可直接领取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OK， 来吧，云朵国度，好像是那种二次元的，有点消除的样子啊。我看游戏介绍。好，那不计费三档测试，1月9日到1月18日，今天是1月9日啊，10点开启。OK， 来吧。画面怎么闪一闪？我们先跳过好了，可能模拟器兼容性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在云上是不是？云岛。爸爸妈妈，我会重建好云朵城的。好。继续推进剧情任务，开启云朵国度之旅。开头可能有动画了，因为刚刚那个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，我就跳过。好。三消吗？他是说超高自由度沙盒建造模拟经营消除手游，哇，有消除啊。伤口应该还很疼吧。妈妈，你在担心他吗？这不是小鹿斑比吗？妈妈，他没事。这个中文配音啊，中文配音要习惯。这边可以选择跳过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慢慢玩。有一个男生出来了，所以我们是女主角就对了。麻醉枪的剂量不小，估计他还要再睡很久。妈妈，小鹿，这个小鹿的声音真的有点假哎、欸，妹妹，麦麦麦麦。我们给他做一个云朵长椅吧。这么长时间睡地上，不是应该要找医生吗？好啦，应该是那种疗愈系的、治愈系的那种可爱风。果然，交换一下灵棋子。好，这个大家都会玩。我们要收集黄色的啊，很简单啊，弄好了，对不对？就3个、4个、5个啊，然后就有一些道具跑出来，直线的啊，或者一个周围这样子啊，爆炸、啊，或者选择单一颜色全部消除。感觉就是二次元类型的这种三消加建造，就是你通关之后很可以获得一些星星或干嘛的，然后可以去建造。L 型也可以啊，那就有一个爆炸图，爆炸了。还有没有？好，过了过了过了。刚睡醒，有点流鼻血，处理一下。好，返回云城。新功能开启啦！建造功能开始建造我们的云城。建造玩法开启，点击购买建造，这里是建造所需要的云朵币。按住蓝矿区，按住绿色头条，再试试360度旋转吧。
这有360度吗？哦，这个啦，只是哎呦360度耶，3D 的还不错哦。点击购买按钮，继续推进。因为很多这种建造就是方向而已啦，可能是两个方向或四个方向，它是360度。应该没那么快醒来，我先去看看小鹿。它的配音如果是日文的话，会更有感觉吧？是不是？小鹿看起来很疲惫。朵朵。好，小精灵出来了，有点像猫咪的小精灵啊，这真奇怪啊，小精灵，咕噜。啊，反正我觉得这种游戏是比较偏给女生玩的啊，不是小朋友玩。知道小鹿受伤，所以特地送来了精灵之源。谢谢你，有了精灵之源，小鹿会很快好起来的。小鹿，快吃吧！哇，我们还可以凭空跑出一个叶子，看来你生产出一个叶子，精灵之源哦。我得想个办法让你，有了。哦，不是叶子，应该是用叶子去装那个精灵之源，然后给他吃精灵之源。好，这边有剧情，还有建造。你看，继续。这种游戏就有点像那个美式的那种动漫，迪士尼啊或什么的，那种山魈建造，也是大概是这样。哎，然后嘞，提示，我们要这一种的，这一种的。还有没有？爆炸一下！爆炸一下！爆炸一下！随便爆炸过了，完全不用消，因为还是给你爆炸。可以小声一点点啊！干得漂亮！干得漂亮！我们要建造这个，有没有会需要这个币？这个币肯定过关就会有。啊，购买，你可以自己调整位置啊，调整方向，然后就看剧情。云朵果好香，涂上精灵之源，你应该会喜欢。精神多了，好，小鹿斑比站起来了。小鹿，你是在感谢精灵吗？妈妈，云朵城出事之后，好久没见到这么开心的场景了。他的语音有点小声啊。你们不用担心我。哎，谢谢你们。哦，没有字幕哦。坏了是不是？有点 bug， 字幕跑不出来。搭建小屋的材料已经收集在他回来之前，我得抓紧时间将小屋建好。有没有字幕跑不出来？好，跳过。好，云壁，引导小屋。好，购买。哇，这个。应该是可以放大缩小了。欸，我们这个世界怎么？不太好控制欸。就是我地图。我地图为什么会被我转到啊？
算了，我先购买好了。领了个羊，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方向不太对嘛，对不对？不会转呢、欸。原本我的方向不是长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改、欸？这地图。先不管好了，先不管。我现在要恢复正常了。搭建小屋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不过终于迈出了重建云朵城的第一步，之后一定会慢慢好起来。啊！一个男生出现了，凌云。你怎么跑来这的啊？树上的叶子好像是云。你醒来了。你看这边有字，所以刚刚有 bug， 字没跑出来。我叫朵朵，这里是天空上的一座小岛。天空？你在哪儿？那边是云朵悬崖。哇哦，我们真的是天空之城耶。这里竟然真的是天空。小心一点，你可不会飞。我的家。不过没关系。云朵城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凌云，你刚刚才醒。你没有问他说你怎么到这里来的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好你是不是坏人？孤男寡女的。好，获得梅花鹿的动物功能。动物玩法开启了。动物玩法。按钮，进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动物。点击地图，即可进入。可安置。点击查看按钮，可以近距离。好，喂食。完成互动，可以获得爱心和增加。点它是不是 ？OK OK OK。这种游戏非常的悠闲啊，非常的悠闲。治愈疗愈系加三消，然后有剧情，然后听着这种轻音乐。好，光卡达人石板路115风之力量。好，那我们先玩到这边，先玩到这边。这个房子可以移动一下吧？怎么移动啊？不太会。长按。这样子。稍微移一下。哎、欸，确定，这个躺椅可以移过来。好，这样有好一点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界面吧，助力朵朵。然后七日签到，小声一点好了。有送这个木门呢、啊，领了个羊，明天登录可以领这个羊哦。然后礼包，这是售出吧？六元立刻购买哦，然后可以免费，现在是测试，可以免费。很多游戏测试它那个售出啊，月卡我直接给你。他就直接送你耶，玩过一些测试游戏都是这样。漫步云端，以前有看那个基诺里维演的那个《漫步在云端》，蛮好看的，蛮好看的一部电影。那时候我才高中生吧，
好，福利礼包那边拿了嘛，然后商城现在还是有啦，还是有可以氪，不过这是人民币嘛。好，地图上我们现在只是我们的小地图，这么大张嘛，要慢慢去冒险解锁。有一些山魈是海岛啊，一直解锁海岛，海岛型，然后是庄园型，去建造这样，或是城堡，迪士尼城堡，山魈的，或是哆啦 A 梦啊、赖啊那一种，熊大那一种。好，这边有些建造啊、彩图、仓库，比较适合给女生玩吧，这游戏比较休闲。好，动物。动物怎么只有一只？好吧，梅花鹿、绵羊，哇，要这个没有钱啊。绵羊，动物声友会没玩过，动物之声。白孔雀，哦，以前小学都会有一个养孔雀的一个笼子，是不是？都可以去看孔雀，孔雀开屏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想玩的人会把下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